笑一笑，心一跳，请勿大声叫。听说现在国中的国文老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或考卷时，都需要先吃降血压药，因为在批改成语解释题目时，学生天马行空的解释，导致老师的血压急速飙升。一、夫唱妇随，丈夫去唱歌，老婆尾随跟踪。二、度日如年，日子非常好过，每天像过年一样。三、杯水车薪，每天上班喝茶，月底可拿一车的薪水。四、见异思迁，看见漂亮的异性就想搬到他那里去住。五、知书达理，除了知道书本知识，还要学会送礼。六、朝三暮四，早上和小三在一起，晚上和小四在一起。七、穷途末路，现在道路收费很高，让穷人无路可走。八、一群爱白人，一变穷，别人就会用两个白眼看你。九、无微不至，没有微信的地方就不去。现在做老师也不易，希望各位老师注意身体健康，好好保重。学生太优秀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